电视很少参加综艺啊。对，我尤其这两年我就参加的更少了，因为前两年我爸过世，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。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想吃那块巧克力，或许我就是一个有妈妈的孩子。因为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，我大概是4岁吧还是5岁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的钱，然后让我去给他买安眠药，那我就买了，然后他就说让我剩下的钱去买一盒巧克力。我特别想以轻松的方式说出来，然后他当时也有带着我一块儿，哇！哎呦我的天！但是我活过来了。我感觉好像都是小说里的情节一样，就这种事情，有很多事情，总感觉你离他很远，可是就很近。对，所以当你一说的时候，我傻掉了，是吗？其实因为妈妈已经过世了，就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，只有活着的人告诉你，那不见得是真相的全部。而且你能活过来，可能也是他并不想真的让你走。对，是的。我觉得啊，妈妈可能是舍不得让你一个人，对她怕你一个留下你一个人，你也会很难。对，要是就是我们亲朋好友吧，也不会就很那什么。那如果私下里就是要需要我们几个聊聊天什么的。我不是说要怎么样，但我就是说，我也没有什么那么多不堪的往事，我也不怕别人提起我的家，就是我也在其他的节目有讲过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能小的时候就是太想吃那个巧克力了，可能对我的诱惑太大了。那个时候没有分辨力的，没有分辨力。Fine， 我结束了。对不起，为什么别人讲完了都那样，然后我讲？最孤独的少年，露出最幸福的幻颜，坚持要用一生的体贴说一份感谢。我特别，我是经理，所以我们才要更好的活着，对吧？分身打造温暖的世界，听你许的愿，帮你去实现，生生不息。你们不是太了解马天宇，你可能觉得我平时没有跟你聊天，但是你刚出道的时候就遇到过我，15年前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身边所有见过你的人全都在说你的好话，因为他们说马天宇就是一个从来不会真的跟人去较真生气的暖弟弟，他看所有的事情待人接物，他非常的细致。但是你那个时候跟现在是有区别的。对，后来我又听到大家讨论你的时候，是对你有了更不一样的改观。有一天我就听别人说，哎，马天宇想得可明白了，这两年他也不是说努力的一定要去干活要去曝光，他就在过他自己想要的平静生活，就好像看淡了很多的事情，很多都不在乎。今天跟他聊的时候，这两天和我11点就睡了，我很早就起了，我就更加印证了就是我听到的马天宇的成长。我们两个会有一些地方是原生家庭的那种痛，所以你讲出来的，你4岁的事情你还是会哭，就是这种东西我们俩是有共鸣的。如果我是一个感性多一点的人就好了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。哦，我生活中从来不哭，我连分手谈恋爱都从来没有哭。
我这几天才醒悟过来的是，如果他那个时候跟我说分手，我能挽留就好了。我几年前男朋友相处了几年，我自己的确觉得算是灵魂伴侣，就挺好的。然后隔了两三年三四年时间，慢慢我们的感情会淡一点，我也觉得像是老夫老妻之间的那种就是平淡如水，就是那种相安无事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我去出差的时候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跟我电话分手。我第一反应肯定不是他要跟我分手，因为他那么爱我，我好笃定啊。我只是想说，如果分手的话，我只要确定这个男人是不是真心要跟我分手，如果是的话就放他走就好了嘛，就体面嘛。我心里有种想法是，分手就分手吧，我一定能找到下一个更好，我还彼此有一个机会，我能看到整片森林。而事实就是，当我们真的分手了之后，一个月他就有了新的恋情，而我直到现在还单身。我想说的就是，不管男生女生，你不要轻易的开始一段爱情，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一段感情。你还要相信老天给的，有的东西还是叫缘分的，还是叫缘分的。真的不要在这个上执着啊，哥相信哥的，就是物来顺应。对，物来顺应。对。真的很感动啊，大家今天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今天世界币我们就不分了，我们也非常有感触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活在当下，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时刻。今晚希望大家好好休息。